月一日是景小中25岁生日，泫雅凌晨在个人社交网站上连续发了5条动态刷屏为景小中庆生，心情甚好。景小中的生日派对似乎十分简单，并未有很多人前来参加，但派对中的气球彩带及灯光又无一不体现着温馨浪漫。此次生日照中，景小中手捧着生日蛋糕，泫雅甜蜜地向男友献吻，并且十分娇羞地将双手捂脸，将头埋在了景小中的肩膀上，二人十分亲密地依偎在一起。此外，泫雅还为景小中拍照，以女友视角将景小中高大的身姿、英俊帅气的面庞得以显露，十分浪漫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